位于 Royal Borough of Kensington and Chelsea 嘅 Earl's Court， 一向都系极受当地人欢迎嘅富人区。呢区因为有好多大大细细嘅公园同众多商店及食肆，顶尖嘅校网，加上连接 Piccadilly Line 同 District Line 两条主要地铁线嘅地铁站，成为咗好多年轻家庭同专业人士嘅居住地首选。今次介绍首次发售嘅 One Cluny Mews 系一个只系提供35间分层单位同8间复式单位嘅低密度豪宅，内部设计非常高贵典雅，每个单位均设有私人露台。虽然项目私隐度极高，但系距离 Earl's Court 站只需要5分钟嘅步程，而项目对面就系 Tesco Superstore， 交通同生活都非常方便。在 Royal Borough of Kensington and Chelsea 里面找低密度的新结屋苑，加上如此完善的校网、交通网络和配套是买少见少，所以切勿错过 One Cluny Mews 的首次开卖。如果想了解详情，欢迎联络 Savills。